我怎么还活着啊？对啊，你怎么还活着啊？你怎么还活着啊？潘鑫怎么还活着？你们怎么两个都还活着啊？我不知道哎、欸。啊，贵哦。米娅，米娅，米娅。哎，米娅竟然不在这里。哎，米娅嘞？米娅送我雕像哎、欸。你是不是？是不是？米娅，我已经满星了。What？ 没有，是八颗星。安内唔贪哦。三娘。目标是全满星。要确实出现那个，这是你的所有的女朋友。没有啊，我没有送他们花束啊。哦。送完花束才是。开烧。没有，我想把他们电到都八星，是因为你弄到八星之后，他那个爱心就不会掉了。是这样。不然你、哦、八星就不会掉了、嗯、因为就是你满星的话，像一般的是十星嘛，然后他们那几个八星，你把它就是用满之后，它就不会掉了。不然你没用满、嗯，然后每天没有去跟他们聊天会见，嗯，有好。所以就干脆把他们全部弄了。哦，能吃。你有不想跟订阅的那个互动吗？我要怎么互动？我就算说来 DC 啊，但是我就是会关麦关喇叭，他们会来吗？不会啊。虽然大部分就真的开了也是。对啊。你也不会很常，就是你知道，毕竟你有自己的事情。没有啦，在跟兔子讲话啦。确定。我的那个去跟干爹们聊天都是，反正我就打我的游戏。他们有要跟我聊天就跟我聊。那个机会让人哦。哎呦，新的。莉亚，你去哪里了？莉亚，找你找整天找，好辛苦。而且你不要在我，我现在是荧幕截取，你如果打字的话，有可能会入境哦。反恐危机。是啥？哦，回到原本的。哇！没得玩。嗯。挂网。我、嗯、好可怜哦，跟我一样，跟我上一把一样，啥事都没干，干嘛用我？每次都是我，没办法，你就是被查到了。每次都是，不要查我，不是我查，我跟单而已哟、哦。不好玩，我都没有先杀你们。我没有杀你呀、啊。不好玩。不好玩。很好玩啊！你看我现在玩的那个幸福玩的开心啊。不好玩，我要一边看综艺节目。我要被狙了。biang。哎，狙击没做，是哎、欸。啊，要么就是这时候。啊啊，对，嗯，我想说这时候。自杀炸弹科就有用了，忘记他死掉了。他已经死掉了，他跟我一样，對對對，他跟我上一把一样，超可怜。好了，那个特务可以慢慢射了，不会有人跟你拼手速了。嗯哼，嗯哼哼哼哼。
你为什么要杀毛利叔叔？哦，对啊，小雨，你怎么没给你举单啊？你要被骂死。怎么？哦。好。好。啊，早点睡。好啦，不然开到十一点半了。好。那等一下这场结束，再开一间新的丸子丁吧。快点！你们要投谁？快快快快快！投起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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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根本就忘记这游戏里面有哪一些职业在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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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哎！哎，他好会查哦。那么会投，真的？看一下他的，他是初学者啊，好厉害啊！新手运吗？啊，我忘了关门啊！啊！好厉害哦！再来，再来，再来！没、欸，我觉得不用保我了啦，因为如果你被杀到的话，就一尸两命啊，你可以保其他人。我死掉啊，顶多就是一命而已啊，对不对？你这么猛，哎、欸，他好猛哦、喔，那么会，好猛哦、喔。好猛。刚刚就玩过全场狙击的啊，只是哈基说想要经验，就先玩那个、啊、一般的啊。这几个怎么都这么准？你跑得超准的。那就跟景丹喽。哪一个啊？景丹在哪里？八号说的、啊。七 K 推死。七推死、哦。小雨。哈？队友是谁？把你的队友抖出来哦。才不要告诉你嘞。那要结束了吗？快了，快结束了，快结束了。结束了。不是这一轮哦。你看，就剩一个队友了，对不对？快结束，快结束。嗯。哦，我可以大胆的玩了，是不是他，小雨？谁？你隔壁的。我隔壁的。是不是他？我是没查到啦，不过我查到特工是谁了啦。不是他哦，那我换另外一个、哦。你要换票了，他是不是他？正在看是不是他？我觉得坚持才十五号哎。不行，对，小雨一定会骗人。我不是骗人啊，我就说不是他，我这人最诚恳的。我们的神差已经死了，可他死了之后就猜不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找不到哎、欸！哇，完了！可是他怎么会杀十八号、啊？你们都在猜他？真的？哎、欸，特工不要保我啊！咪咪，不要，最后了哎、欸，天哪、啊！换歌啦，咪咪。啊，赢了啦！我点不下去，
我点不下去。点不下去。是十二吗？嗯。我点不下去。你为什么点不下去？刚狂点呢。狂点呢。嗯。太多职业了，超多的。没有啊，这哪会多？很多啊，你看职业超多的。还好啦，你要看过最多的。对啊，我们刚刚还有每个人各一个职业，就知道是谁杀谁了。好，换。我等一下换密码哦。呵。房间名称，哦，新增房间。好，你们先找504房，有吗？有。好，小雨好了吗？密码6666。看，我刚刚猜不是9999，那应该是8888。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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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504房，密码6666。啊，你又来了，等一下先干掉你。啊，北极熊应该没差。好，等我一下啊，来玩，要玩来玩吧。哎，点错了，对不起。好，来吧。这个一样每回合踢一个、哦、反正到11:30。居然没死，居然没死过。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对不对？我要死了，对不对？决定，决定，等我一下哈，还没调好。玩过的给没玩过机会哈。对啊，你们还是。让一下吧，等一下，改这个好了。哎呦，这么乖，可是你不乖。比手速哦。哎呦，是不是我手超快？厉害！你可以再保他一次啊！不行了，你可以再保他一次啊！没办法保了。好啦，我们只好来，我们三个打字，打个数字吧，0到5，打个0到5啊，0到6好了，3、6、4、8嘛，然后就从这里面开始算，往后推，推几号，要不要？我3，数字数字啊，来打在聊天屏，1、2、3，数打一波，7号，七。超过分，超过分，头发那是80。刚才是0到6吧？对啊，0到6啊！我刚刚说多少？0到7吗？你要说0到5？哎、欸，这样16、17、18，安全哦！耶、yeah! ，我过了！啊，我泄底了。对、啊。就是，时光光，哇，你保哈基耶，哇，谢谢啊，no， 我还保你，
啊，我人太好了，怎么不理你？我应该从头到尾就是自己。不要，我之前玩过驱魔人。驱魔人是什么？就是啊，人家会变沙子啊。哦。平除玩家。机会让人哦。怎么又是你？还不狙死你？去死吧！去死吧！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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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我是石头一，一二。哦，好开心哦！这是什么？是你被挡两次？对啊，就是杀手杀我跟狙击狙我都被挡掉啊。哦，帅哦！来，小雨，我们来打字吧。既然都没有单的话。好，那要多少？九，零到九，零到九。好，一二三，多少？十一。三，十一。哇，你数学是蛮强的啦。我的数学，体育老师教的。体育老师教的，哇。体育老师教的好，教的不错。哇，宝玉类动物。看到他手上拿肯德基，不开心。结束了，他宝刀杀手了。哦，不是，我把杀手打死。还有一个宝刀杀手啊！我把杀手打死，尴尬。踢人哦！哎、欸，小龙哎、欸，嗨，小龙，踢出。哎、欸，又是一个熟面孔。我们来玩霸凌游戏。我们规定哦，规定哦，炸弹客一定要第一场炸哦。OK 哈，一定要第一场炸哦。打个字，炸弹客要第一场就炸哦。确定。哦，好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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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啊，我要点的都爆了。你一直爆的是？对。不，炸弹太多了。无人自爆啊！爆光光！你要玩，那你要抢到啊！这个麻烦的就是因为他不能集体踢人呢、啊。真的。反正就是我假装离开，然后马上回来。结束了，哇，炸弹客好卡哦，卡卡，好，继续踢，看过都踢掉，哎呀，怎么？怎么都是看过的，看一下哦，你刚刚说什么？是这个吗？这个职业吗？那红底的哎，不行不行不行，房间配置，两个僵尸吧，看会不会拉鸡刀吧，九六，两个僵尸很恐怖哎。你想炸谁啊？想炸谁啊？坏人！什么？原来你是？哇，都自爆哎！哇，通通自爆！
爆炸大师。哈基，你刚炸谁啊？他死了没？他还没死。我炸的那个人还没死。哎、欸，讲屁话。你们不是两个自爆人吗？可以用积分踢人，什么东西？积分？你说改成积分模式吗？可是积分低的很可怜呢、欸。对啊。像你真的就算再努力玩，你也被队友雷到负分也没办法。哎呀，你看我积分就很低，也是新办的。设置人数，你是说先调人数先调低吗？那小雨就是从零到十八号选一个号码，我自己选一个是不是。对。哇，这啥？那是什么？怎么三个那个不是专抓屁孩的那个脸吗？那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是我选错了哦。那三个小屁孩、欸。嗯啊。我自己选了，我就长路人脸的先好了，路人脸的，跟我一样路人脸。哇，下面都路人脸啊！哎、欸，玩笑、啊。你想好狙击手吗？好狙击手。哎，哎，僵尸还在。你刚是跟你说十五号，厉害吧，僵尸达人。警察好安全哦，怎么会这样？警察没事，只有两个警察，概率也太小了吧？你们是两个都炸我、啊？嗯。什么事啊？嗯。好，拜拜。哎呦，新面孔，可以可以可以，房间设置，嗯，哎呦呦呦呦，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不要乱跑，我在调东西，傻小，哎、欸，他其实会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欸，怎么说？就是我点左边，就要点到我左边的左边，左边。怎么啊？啊，模式，这是不是死不了啊？对不起，我是选错模式啦。这是什么、啊？这个好像就是，可能杀手投你，可是你有光被扫过之后，杀手就杀不了你，然后警察也查不了你。对不起，我投错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当报名啊！一到，我们来零到十七吧，零到七，来来来来，一二三。这是我们的厮杀场，六报名场，报名场十一，这怎么是十一号？怎么又是十一号？对不起，你拿着肯德基就是罪，好可怜哦！对不起，对不起，这场重来，这场重来，杀手跳出来啊！这场重来，我调错了啦！杀手跳出来，我重用，我调错啦！可怜，我可以投自己吗？不行，不行。那、啊、这样你头上一直有亮亮，就是代表你被人家弄，是不是啊？对对对对。这么可怜哦。所以谁是杀手？可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数字喽。好，来一，哦，你杀手，好好好好好，你很诚实，你很诚实。结果发现不是结果是来乱的假的弄错了
怪我嘞，我等一下踢你，跟你讲。哎呦，好啦，不然狙击嘛。还是要吗？比手速，还是你在忙？嗯，什么？狙击哦。可以啊。好。哎，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半。哇！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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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这场这场意外，我就说我怪怪的啊，因为我明明是点那个啊，点比如说点医生，可是点上去全部变成狙击啊，类似这样子啊。麻烦，麻烦，麻烦，狙击。这啥啊？好啦，来啦，看谁欧洲吧。我有没有那么幸运啊？哎，我。哎，哇！这场欧洲人蛮多的嘛，还是有人是中了三八四八，抢不到。我 miss， 抢不到没关系啊。悲伤。机会很多啦。啊！一二三。你们玩过看要不要退出让其他人有机会啊，乖一点，这是最后几场了，让其他人玩一下。好，晚安晚安晚安。房间设置好啦，各个直接一个吧，我看你。我先按确定，好，等我一下哦，我调完就可以开始咯。啊，确定。啊，他自己按错。取消。确定，确定。我设定到一半，等我一下下。再来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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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这个。好了，每个直接各一个。谁杀谁？就私人恩怨喽。阿基，你怎么可以杀人家？那这也是一下子就死掉了。真的？哦，原来那个就是这个、哦，刚刚那个变石头的啦，是倒数第四、第三个。踢玩家，踢玩家，还有谁？这个是上一个房间有的。欸，好喽，我差不多要关喽。差不多喽。对啊，这场玩再一场哦。等一下踢掉没有抢到的，真的就抱歉喽。哇，我太多效果了吧？在干嘛？十一裸体没有裸体啊，小龙下来，欸，又给单了，平民给单，小龙，小龙，六号六号六号，六起来。好，没人要理我，太棒了。等一下会再踢一个，踢完就关掉咯。明天晚上或下午可能会再开啦，看哈基要不要一起玩。我明天母亲节回家。哦，对，好，母亲节。你呀。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接讲事务警察好猛。
哇！嘿，好啦，最后一题哦，我们休息了。哎，在这之前，提人提人提人哦，这些会自动换的，真是乖小孩。嗯，那个乖呢？你被踢的原因是肚子会饿。播广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 YouTube 播不到广告。好了，好了，好了，播广告。啊，等一下玩完我要去看那个《当不成勇者》。那个好看。好看，真的。你看第几集了？我看一下哦，不然我现在看嘛。什么什么的？哎、欸，第八集。哇，那你看的比我还快。哦不，哦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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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事。没咬到人。不。不。哇、wow, 我复活了、欸、哦你复活了是哟是哟敢杀我的不是小龙就是神母来吧小雨我们来零到九八好一二三啊四号没有再一次啊四号死掉了一二三诶十二十二啊神母这是命运的安排啊！上天的决定，这是命运的安排啊！不好意思啊！啊，赢了，赢了，赢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赢了！就是你！哇，我这是新 PO 大师哎、欸！好猛哦、喔！好啦，关台喽，关台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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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记得点一下我爱奇乐有那个登录奖励拿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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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圣母拜咯好嘞